把手呢？嗯，在那个工具箱里面，洗漱台下面。那谁呀？又会约到家里面来了？修水管的呀，水管不是坏了吗？？喂。你眼睛都看直了，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先忙你的去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嗯，现在没什么可忙的，我呢就是看看你跟你的水管工。这不是我的水管工，那是大家的水管工。OK。哦，对了，自己在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让陌生人进家门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妈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。老婆啊，干嘛呢你？跟女儿视频呢。哎，爸爸呢？好，我们吃饭了啊！闺女，再见！注意安全啊！你们才应该小心点儿，别玩太嗨了啊！拜拜爸，拜拜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水龙头我已经帮你修好了。嗯，好的。那就赶紧走吧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我可不可以收拾一下？那你快点。帅吗？是挺帅的，我也不差，好吗？说要收拾一下吗？你也，我不是怕你着急吗？嗯，进来吧。真的呀，行，你好好记，我好好教啊。可以开始了。我早开始了呀，从我放音乐的那一刻我就开始了。你可不要小瞧音乐的力量，我们老田家的冰激凌呐可是有灵魂的。这可是独家秘方，记上，放音乐。那你上次怎么没有放？我放了呀，我在我心里放的，我能听得到，
我是怕你听不到，特意给你放的，记上记上。首先呢，先放两个鸡蛋，分离蛋清和蛋黄。碎了的话没关系，再打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再放糖。白糖放多少？放个大概一两勺。哎呀，这东西是凭感觉的，教不来的。记上，凭感觉。然后呢，放淡奶油，大概100毫升吧。100毫升。然后放20克的芒果。哎，等一下，这100毫升淡奶油也就一口，这25克芒果也就一块啊。我以前以为你不会说话，我现在发现你是真不会说话。你多吃不就要多放吗？然后搅，搅拌。就一直搅呀搅啊搅，把它搅匀。我只是怕你的头发掉进冰淇淋里。啊，自己搅吧。我弄坏你飞行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新月山侧飞啊？对。那我以前去画画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啊？这跟做冰淇淋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啊？哎，搅搅搅，一直搅，都搅稀碎了还搅。先倒两杯里。20分钟就好了。你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两清了？对，两清了。嗯，我走了。总算扳回了一局，帅气的转身不留一丝余憾。唉，还是被我的可爱容貌所打动。还给我绑了头发。
等等，他家怎么会有头绳呢？他一个大男人家怎么会有头绳？难成他有女朋友？